是一慈。一慈现在在新店静思堂，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上人主持的岁末祝福北区的场次，对不对？对。好，来，今天早上的情况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人品典范，是一位施素智师姐。那她的先生，他们家师兄呢，就是她的亲表哥，因为她这个表哥就是一个聋哑人士。那她的阿姨就是担心她，跟别人结婚会被人家欺负，所以她就因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感情也很好，所以他们就结婚。但是结婚后，她生了一对儿女，但她的儿子是有一些障碍的，然后又遇到他们家师兄就是又抽烟喝酒赌博，所以有一阵子呢，他就很想带着他的儿子从11楼就这样离开他们家，这样、哦、是是是，对。那有一天他就是看到了草根菩提有一位老兵带了也是两个有障碍的小朋友，而且是在山上，他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比我还要苦？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进了环保站。那他每天呢都发愿要带师兄进去环保站。那我觉得他也是很有智慧。有一天师兄他喝醉酒然后跌倒，那一次跌倒呢就是从楼梯摔下去，蛮严重的。他就跟师兄交换条件说，那你要进去做环保。对。那也没有想到呢，因为他说师兄其实是一个，虽然他听不到也不会说话，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所以他在环保站就是大家的得力助手这样子。哦，哪一个环保站？我们北区的环保站是吗？对，今天这个是中和区的。哦，是是是，好。对，然后请说。这个师兄也很厉，就是也很有趣，就是因为他虽然有在做环保，但是他晚上还是会继续忙碌他的事业这样。那他就是每天为了要去做环保，然后他就会在之前刷牙刷好多次，然后戴口罩，就是不要让别人发现他有喝酒抽烟。哦，这种非常的可爱。嗯哼，好可爱。对，然后他在今年的6月发现身体不舒服，然后后来进去检查后是食道癌的第3期，但是就是很感谢，因为有法亲的在陪伴，因为师姐她必须要照顾5个小孩，所以就必须要得去市场卖菜，然后法亲就是这样子每天帮她照顾师兄，然后现在今天就2位也一起在台上让我们做见证。哦，是哇，我想其实他们的生命故事是非常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曲折的啦。哦，那所以呢，今天上人在开示当中是有提到些什么吗？有做这样的相关回应，或是说有什么其他的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好吗？对，今天就上人就是有提到说，我们慈济人的陪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昨天有新雅奖学金的学生，他们也来做分享。那有一位詹凯成，他是一个隔代教养的小孩，那他都是由他的奶奶在照顾。那之前呢，他就是很沉迷电动啊，可是在高中的时候遇到他的父亲往生，那他就开始大家都很顺利的要去升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怀疑他应该要继续升学还是要去工作。那他也就是在高中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就是教他去考一些专业的证照，然后慈济人也是陪伴了好多年。他现在他考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他的专业去推甄到国立的大学，但是他的学业成绩不好，是不好到他去问同学问题的时候，同学会跟他说，这不是国中的数学，你怎么不会啊？是，对。但是他今年推甄上了成功大学的研究所。哦，太棒了。对，所以上人就是有提到说，就是法亲的关怀就是也很重要。然后针对那个素智师姐，她也有讲到说，过去的那些苦啊，都是在就是只要心向好的话，过去的苦就也会过去。是，他的小孩就是现在也长大，所以未来也会越来越好。他们就说家里现在就像天堂一样。哇，太棒了哈！其实我觉得有爱就无碍哈。好，那么像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场后怎么那么多人在拍照啊？大家很开心，对，因为对不对？今天有很多那个受证的委员嘛，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1楼的大厅合照。
是，因为刚刚岁末祝福才结束。是，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其实说到了岁末祝福，一定要谈一谈我们的法海哈。今天早上的这个法海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所见所闻。哇，今天的法海大概是我这一次看到这么的好，哎，壮观吗？嗯哼。就今天在国艺厅非常大的一个场地，然后是台上台下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比手语。那不止在国艺厅，在感恩厅的那一些，就是在感恩厅的那些菩萨呢，也一起在做这个手语的动作。是是，好，所以这个一慈帮我们准备了一小段的影片哈，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哇，可以看到大家都是法船哈，一起前行，就是忏悔果报账当中的至诚发愿。哇哦，太棒了！好，我们谢谢这个一慈帮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的影片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这是哪一区的师姐们？今天早上是中和区。中和区，所以这是中和区的这个法海演绎。对，今天上人一直提到要请大家记得要看十二月的月刊，因为他有回顾了就是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哦，对，就请大家记得要去看，然后呢，也不只可以拿纸本，就是也可以拿电子，就是在网络上看电子版的也可以。哦 ，OK， 好，对，所以这一期的月刊哈，有特别提醒大家要记得看就对了。没有错。好，那我们现在所进行连线的呢，就是我们人在这个新店静思堂进行这个随师连线的一慈。一慈有提到了，今天早上上人特别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得看这一期的月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期的月刊呢，它的封面是很特别的喽。大家可以看看到底这是山还是手呢？那这一期的标题就是。慈济慈善足迹一直都在。其实今天上人的开示也都跟慈善有关啦，哈，无论是我们的法亲陪伴，或者是说新芽助学金。好，非常谢谢一直为我们及时带来上人的开示的重点，还有法海的影片，谢谢您，拜拜，拜拜，祝随师顺利哦。好，拜拜。